恭喜恭喜，声声祝福在耳边，新的一年带来无限新希望，见面说声恭喜恭喜，祝福你万事如意，新年好，今年更比去年好，春回大地，新的一年又来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新年，一家团聚欢歌笑语迎新年，人人脸上挂笑脸，幸福欢乐满人间，恭喜祝福你，祝你万事都如愿，阖家安康，人人在笑脸，恭喜你祝福你，祝你过个丰收年，幸福就在眼前，恭喜恭喜，声声祝福在耳边，新的一年带来无限新希望，见面说声恭喜恭喜，祝福你万事如意，新年好，今年更比去年好。新的一年又来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新年，一家团聚欢歌笑语迎新年，人人脸上挂笑脸，幸福欢乐满人间，恭喜你祝福你，祝你万事都如愿，阖家安康，人人在笑颜，恭喜你祝福你，祝你过个丰收年，幸福就在眼前，还说恭喜新的一年又来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新年，一家团聚欢歌笑语迎新年，人人脸上挂笑脸，幸福欢乐满人间，撒扬撒扬快快乐乐迎新年，人人上挂笑脸，大地回春庆丰年。好，各位，在今年年初呢，沙巴发生一件事情，是这个 CD 出现了，很轰动整个沙巴。那么当然这位就是刘广义，然后今天我们请他来呢，主要是我们要分享，让他分享他这个怎么样永不言败的那种精神。好，现在我们请广义呢上来，换换电脑，好，你把摔掉摔掉。好，广义在更换电脑的时候呢，我借着机会向大家介绍。那么刘广义他是一个，我说才子，才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位老师，他是保福独立中学的副校长，那很早以前他出道是一个歌手，所以一个一边教一边唱，所以今年呢他有个梦想要出一个单曲的，但是这个新年拜年歌他要一个比较本地化的，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音调，大家今天看大会的时候大家就以这个为主题曲。那么他发行这个单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境，正好时间上他本来就在西马找人来录制的，结果呢大家都没有空，他就回到沙巴，100%沙巴人沙巴背景来出现的，所以这个精神可嘉。而且他今天说到了今天，他说梦想呢不会太迟，因为他现在也不是30了、所以他不是太迟。那么今天我们要让他来分享他这些年来他是怎么样保养到今天看起来20岁的，他老得太慢了。好好，现在我们把掌声欢迎广义。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郑大哥，谢谢。好，非常感谢哦，这个建设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最重要的今天不是来做演说，是来做分享哦。
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在这个下午的时刻见面。其实讲说起来，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之前曾大哥找我的时候就有点犹豫，我讲真的是吗？真的是我吗？我有点担心，因为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来听，我就担心说来的时候现场会不会有人。我儿子都跟我说了，爸爸如果没有人来，我看我会去支持一下。说他还跟我说这句话，昨天还跟我讲这句话。不过我是希望。 今天来呢，只是来和大家纯粹的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感觉，就像郑大哥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因为这个，我坚持我自己唱歌的这个情况，其实蛮久了，二三十多年了，从小都在唱歌，很多人都说我很会唱，每次都跟我讲，哎，你唱歌很好听，很好听。可是我总是跟他们说，我唱歌很好听，可是也没有人说要捧我做歌星啊，都没有啊。 一直都是这样子，都是觉得每个人说你很会唱歌，你唱歌很好听啊，那我就谢谢。我也知道，要当歌星并不那么简单哦。所以之前呢，其实我在还没有当歌星之前，我最大的愿望是做老师啊。从小小学，因为我小学家里教育是非常算起来是非常失败的哦，家长都没有照顾过我们，他们的感觉就是只要找钱就对了。 他们是以前比较保守的思想，我找到钱就算尽了责任，你有饭吃就算是很好了这样子，所以从小就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干什么，所以小时候就自己发挥自己的这个长处，自己找自己的兴趣，自己找自己的生活，这样子一路来呢，小时候就老师照顾我们比较多，所以就跟老师的关系很好，所以从小志愿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篇作文四年级写的就是我要当老师。 我的志愿就是老师，因为我们以前老师最喜欢让你们写志愿的，新老师一来哦，第一篇作文来看看你们写什么，我的志愿哦，这样子就写了，写到高中我还在写我的志愿，都是老师一直在讲做老师，后来慢慢的情况有点不对了，好像没有资格做老师，因为成绩不是很好，变成梦想受打击。高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想当的是华文老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 还没有到这个资格可以做华文老中文老师这个部分，就觉得有点遗憾。在很失望、很灰心之际，我对自己做了一个调整。我要的是老师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自己做出了一个跳出自己框框的。其实当时我只是注重，我只想做中文老师，可是从来没有想过做其他老师。之后就转换一下，就想到只要是做老师，我就愿意。我不理，我不再管什么样的课程。最后我就跳去念电脑，当时电脑非常流行。 念电脑，出来过后呢，真的让我当的电脑老师，也我对我自己说也好，也不错，也是当老师啦。不过我当时的这个梦想并还没有埋没，但我就会讲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就一直在好像把这个东西放下来 ，OK， 现在我是做老师，那我就先享受一下做老师的这个情况。不过我要当华文老师的梦想，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我一直继续的在进修，虽然我教电脑，教了几年过后呢，我自己在进修，进修教育课程，进修中文课程，不断的在进修。10年过后，我念了硕士，我直接跳念硕士，硕士班在台湾念了3年，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妥妥当当的，就是正正当当的当上我自己要做的中文老师啊，终于呢，在中文界呢，有自己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有立足的地方，就是最起码。 华语演讲比赛一定会找我做评判评审，华语歌唱比赛、华语辩论等等，我们都会有机会。那就是我当时要的歌，是我已经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达到。如果加起来，我中学生30多年时间过后，我才达到我要当华文老师的这个步伐。所以我的梦想也达到了哈，对吗？我觉得这并不是，虽然我走的路特别多，我走的比较长，可是我总觉得你坚持的话，梦想一定会成功的。 就包括我们这个我的唱歌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想过一首歌而已嘛，卖不卖也无所谓，反正是人家捐款叫我捐给学校的，没问题，照唱。选了一首歌给他，会有人听吗？我在担心有人买吗？可是，一天3天的时间，我这个专辑创出了10个第一哦，在沙发，10天内卖出了5000张，是全马来西亚都没有的了。10天内，好，谢谢，这是第一个。 然后也是第一首由本土创作歌曲改编的这个新年歌，也是创了第一个，也没有人试过。然后之后呢，包括了我这个 MTV 的这个放上网去 YouTube 的，也没有想到的情况，2天就有7万人，现在已经10多万了，是67万。对于我们本地创作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指标，我们从来没想过，因为我在想有几千人看都算很不错的了，心里面都在想，结果第一天的晚上就有人打电话给我，哎，广义，三万多人呢，我什么叫三万多人？你去看一下，我讲我不懂是什么，就上 YouTube 一看，我就问他是不是你在按的，我没有空帮你按三万多次了的，没有空，他说，结果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就到了七八万的时候，我就已经啊惊讶了，因为之后呢，就连土著的手机都在转我这首歌。土鸡的 WhatsApp 里面转得很厉害，不认识我的人都在转，都在转得越来越厉害，好像每一个人的 WhatsApp 里面都有这首歌，马来人都很喜欢，土著很喜欢，就这样子，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帮我非常多的忙，我一月份的时候演出超过45场，三十天里面，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不过很满足，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对我来说其实我很满足，一首歌在沙巴我也觉得很满足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西马，我觉得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愿望，我想到能够实现我一个小小的愿望来先做一个起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哦。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梦想永远不会太远哦，永远不会太迟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当然也有几样迷思要让大家了解的，就是在你实现你想实现你的梦想中，你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会遇到一些很奇怪让你阻挠你要你放下的那种情况哦。或许这个阻挠你的情况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你要注意哦，有的人真的是不适合你，真的要行啊立啊这个勒马就赶快就推出来。有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话，你可以继续跑下去，可是你一定要找出正确的方向，待会也会讲到，不然你真的会浪费很多时间。我想今天大家都有很多现场的啊，都有自己的梦想哦。我现在到今天你们都还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还有人的梦想还在等待实现的吗？现场都是吗？都还有梦想吗？有人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吗？有人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吗？我相信方老师的梦想最多了，厉害了哈，方老师也是我们的偶像，厉害哈，他应该实现了很多梦想，他应该对吧？有没有人的梦想都有吧，对吗？我们都可能像我们到这个年纪，我们都还有梦想要实现的。我相信我自己每次跟人家说，你要问我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很年轻，其实我不年轻，我要50了 OK， 孙子都2个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年轻哦。可是每一个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这年轻，为什么？我其实我跟他说，你50岁的时候要让自己看起来像40岁，你40岁的时候让自己看起来像30岁，当然不要看到太年轻，如果50看到像30有点问题，我觉得那个就太刻意了。所以能够年轻10岁，你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那10岁真的是很充足的让你去发挥你要做的一些行动，你要尝试的东西，你之前不能尝试不敢尝试的，你应该要尝试了。当然不要拿命来玩啊，就是那些比较能够尝试的活动啊等等。像我之前我最大的尝试是45岁的时候46因为小孩都长大了，没有人在身旁，太多闲空，天天都是陪人家谈天啊，喝酒啊，就是 clubbing 这样子，这种活动，结果肚子越来越大，人又瘦，肚腩又大得不得了，衣服，这件衣服我之前穿不下，这个扣子扣不了的啊，整个肚腩就整个走出来，你知道人很瘦啊，肚腩走出来是非常难看的，看到镜子过去想打破那镜子了，非常丑，所以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没有，不知道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处，都不知道干什么，就觉得自己40多岁了算了，反正都40多，天天跟他讲，哎呀，40多算了啦，就是这样的了。之后呢，就有朋友问我，我的儿子就问我，哎，你很奇怪，老豆，你每天在家，你不觉得很闷吗？书又读完了，工作又比较平稳，小孩子长大了又不会在我身边，你应该找一些比较正确的事情做。他想，我有想过想增肥、增胖、变大块，他大块一点，可是我曾经试过。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人家讲我白粉佬啦，卖白粉吸毒啦，天天都有脚，进新加坡天天都给 block 的。我在新加坡进关口就给 block 了，我曾经被 block 第3次过，我就跟他吵架了。I don't want， 我跟他拿我的 passport， 他还看我 go inside， 我就跟他讲 I don't want， 他整个人抬起头看我啊 ，yes， 他讲，我绝对不再给。我说我已经被你们抓过几次进里面，又验尿又看这个看那个，我总觉得是一种侮辱哦。我就问他 sir。What happened to me？ 我就问他，当时我跟他说英文这样，你是觉得我瘦，所以就要验我吗？我就问他，瘦就一定吸白粉，一定是坏人吗？一定是吸毒的吗？我就问他，看着我，整个人呆了一下。我跟他说 ，You can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我讲，我不是很喜欢进你新加坡。我说，我是来这里是要做事情的。
你天天这样阻拦我进去里面哦，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来的。我没有这么多便给你小，天天要小便给你看，实在是麻烦的要死，还要看你小便，是很大的一种侮辱来的。对我来说，这很大的侮辱。我讲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哎，你们有没有搞错？连新加坡如果天天都这样子，很忙哎，对吗？后来他吓了一跳，你知道吗？他就问我你来干什么，我就跟他说了一切，结果他把 passport 交给我 ，OK， 你可以走了这样。我跟他说了，大不了就不要再进你新加坡，我干脆离开，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再阻拦，我就不要再进。所以当时曾经为自己的体重啊，真的是很忧愁，天天吃，他刚赢过有进度无悔那种啊，很惨。我试过吞面包八九片，拼命吞，每一片面包这里一片是啊花生酱啊奶油巴特什么，总之加了八九片给我压扁他，死命吞。鸡蛋吃四五粒十粒这样子吞，结果中学的时候也没有增加过一磅肉，你知道吗？一点都没有哎，吞到自己要吐了，饭里面加十多汤匙的巴特，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吞到自己半死，也没有胖过，你知道吗？这所以认识我的老师范老师你也看过我以前的样子哦。我在新加在西马参加演艺活动的时候都有试过，刚好 HVD 的时候马来西亚有拍片的时候就找演员，我也去啦。我一去我就很紧张，跟大家一起去啊。他一看一进去 ，OK， 哇，那个啱啊，那个我要个白粉佬嘅角色，好适合佢啊。两次就跟我这样讲，我直接就退。我刚刚跟你给我道歉，我都不要演了，是这样子，我就跟他拜拜。我朋友说，干嘛你不试一下？本来我是有心思的，我也觉得他可能会给我这种角色，只是他一来，他一抬就看我啊，那个啱我要个角色啱佢白粉佬啊，这样，我就立刻哇，立刻伤心，整个心就碎掉了，就不要去了。从此我就不再踏入他的演艺那个这种拍戏的活动，因为自己很瘦，瘦到王。在西马曾经有试过出唱片，就是因为样貌不出众啊，又瘦得这样，看到人家看到，哎呀，八卦精咩这样子，看到想要骷髅头这样子，所以更没有机会，根本都没有机会再发挥。两年过我就回来了，两三年过我就回来了。所以在46岁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个健身，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们叫我去做运动，我说 OK， 做下运动可以了。所以我一去的时候也给人家笑，你知道吗？哎呀，讲你去拿那个最轻的那个，那最小那个，就给我拿那个小小的哑铃来养。我说，不然就跟女生去练那边。他讲要跟我这样讲，所以我就坚持了一种希望，就觉得我很喜欢人家刺激我的哦。你越刺激我，我越会留下来的哦。他那个教练就跟我讲，哎呀，两天开始搞多哈利。又没忙家了，你呀，一定是这样讲，我就忍两天。哦，两天啊，你一定是三天后你又不来的哦，全身痛你就不来的这样子。我就这样坚持到两年多三年哦，就是练健身的，有从我原本的52公斤哦，保持了十八年的52公斤，到现在65，可以衣服都开始穿不进去了，这样还要买很多新衣了。所以我相信你坚持哦，有时梦想的东西很奇怪的。这个时候不给你，你一定有一天可以得到。不过最重要你要坚持的，那个是对的哦。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啊，我们的这个，这是我的这个歌唱开始哦，是从一个叫金杯歌唱比赛开始的。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在1990年拿过第一届的冠军，第26届过后我又拿了冠军，同一个比赛。不过那是金杯王中王，对我的歌唱事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挑战，因为我从来都不敢参加歌唱比赛。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比赛，26年都没参加过歌唱比赛。对自己来说，这样接起来，觉得跟参加歌唱比赛未必有机会，一定会输。结果那个主办单位说：“广义，你一定要参加啊！”他鼓励我参加，我就参加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参加？一当你要参加的时候，很多人讲他要参加，一定要打败你哦。他讲每个人想赢了你过就会很开心。他说：“他讲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参加这个比赛。”我很幸运的当时拿冠军哦，就去2016年的时候拿下这个啊金杯赛的冠军也。让我开始了我的这个，我没有想到我的梦想还可以再一次被实现，这就好像一种重生的感觉，重生的感觉让我重新，哎，原来我还可以回到舞台，原来我还可以站在台上唱歌，原来还有人接受，还有人肯定我，因为我还以为26年过后可能没有人要看了，对吗？所以那是冠军得到的一次冠军，让我改变了我自己这个观念。所以现在的我觉得。我珍惜的是每一分每秒，尽量什么我都做，尽量我什么都要尝试。虽然我已经接近50，可是我觉得年龄没有限制，你一定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做完你要做的事情，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哦，我们很常有人跟我们说赢在起跑点。如果是对教育来讲，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子，小朋友很小就要学很多东西，因为要准备他长大过后呢，能够面对学校的这种情况啊，这样子啊，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做。可是我还有一个迷思，觉得
如果你要这样做可以，不过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把他们，你要教小孩这个特点的话，要从头教到尾，这是非常长的一段马拉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路程。不是说现在二三岁就教他英文，然后在幼稚园五岁就可以发挥到很威，然后家里讲哇你很棒，那样你很厉害讲英文，也只不过他昙花一现而已哦。所以你要做的是，你能不能够坚持很重要，包括你的梦想能不能够坚持很重要。你要坚持下去才有机会。如果他在前面那几年非常风光，学校老师说他你一流还不会，幼稚园就已经会背乘法表了，好厉害哦，幼儿园就会了，可是你没有坚持是没有用的，之后他也会慢慢变成普通人，只是因为小时候你强迫他嘛，他就学了。所以还是要坚持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说赢在起跑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输在终点就更糟糕。我们也看过很多做老师的，我们自己做本身做老师的小朋友，小学一二年级三到六年级都可以拿第一名，可是初一开始他开始退了，高三他既然可以拿最后一名都有，什么原因？这就是赢在起跑点输在终点了。小时候父母花很多时间在身上，什么都教，十八般武艺都要他上，都要他学，然后之后就慢慢的因为小孩子已经很光荣了吗，大家都在赞美他了吗，小学的时候这部分做完了 OK， 那坚持没有做下去，所以最后小朋友就断送了他自己的这个前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很常都有这种情况，你要嘛就不要做，你要就坚持到底 OK。 另外一句在社团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要做就不要怨，要怨就不要做，这句话真的是很，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重视这句话。你不要做了之后又天天赶这个赶那个，人家不做那个又不做，哎呀爱到我来做，这样你就不要做啦。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社团没有怨恨的，你要做是你自己学习到的。哦，你如果去怨你就不要做，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怨恨哦，干嘛是我？为什么是我？哦，这样你就最好不要参加社团。社团本来就是这样。其实如果你被人家看中哦，假设我今天看到，哎呀要搬凳子哦，一看到曾大哥帮我搬椅子，哎，因为曾大哥在里面是最壮的那个嘞，最 fit 的那个，我可能当然是会选他。或者当我想到某个人啊，我要找讲师，哎，方老师，哎，方老师最好的那一个讲师啊，当然我会选他。你要注意，就是当你被选住的时候，你一定是有一个能力让人家知道你的名字的。有一个家长曾经跟我说，我非常高兴我的孩子天天都给老师喊他的名字，天天一喊他范天王，你给我听话，你给我做好那种啊。他说哎，我很高兴我的儿子天天被老师喊名字，哎，最起码你们到六年后都会记得这个学生的存在。反正是那种第一名第二名全没被叫过，最后哎，你叫什么名字去了啊，以前我叫过你的，忘记你的名字了啊，这样子从来没有被叫过的，有没有在班上都好像没有存在感过。他说老师啊，你拼命骂我的儿子我很高兴，你天天喊的名字我更高兴啊，他天天给人家注意到哦，我都长不了他，你帮我看他更好，你天天可以看到他，天天喊他名字，那你帮我照顾他更好了，总好过我自己看他。他还跟我说他很高兴你们老师注意到，如果你跟我说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天天打电话给我，我非常高兴哦，最怕哦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就更担心了。他说可能我儿子不见了都没有人知道，他说现在你一看那个顽皮的学生不在，老师就会注意了嘛，所以反而是好事，他说并不是坏事哦，被注意名被点名的学生是好事，幸福啊，这个叫做。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学习 OK。 如果不能够的话呢，我们所谓就讲就昙花一现哦，只是那一阵子聪明，一阵子光辉一过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是蛮失望的。我们做东西就是希望啊，这边有一句就是不要一鸣惊人。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啊，一些故事都有说过，小朋友小时候就很会写书，琴棋书画很强的，就天天带去给人家炫耀的，从来没有教过他。长大过后，他就跟普通人一样，所以他的才华没有被发挥，没有持续，这是很重要。所以我说，当你有梦想的时候，持续才是最重要，坚持跟持续很重要。不要想下我要做这个哦，然后就慢慢没有了。讲说真话，坚持不简单。我在这个健身店里面看哦，年轻人来三天，真的是三天四天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哦，如果和我同时间进来的不超过半个，也说没有哦，大家都来了，有半年的也有，三个有，一个有，三天四天的都有，不过能够坚持两年的我都没看到，过后不久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这是蛮可惜的，所以坚持很重要。我刚刚说了，你只要坚持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你一定有成效。
你一定要坚持来做，不要跟我说累，不要跟我说辛苦，哪有世上哪有不辛苦的事情又可以得到的，对吗？你又身材好，你又不付出，你要减肥，你又拼命吃，哪里有可能，对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还是有这个，一定要有付出的哦。我因为健身进了两次医院哦，可是我还是一样去哦。我进了医院是被抬进去的，因为在没有教练，那是我自己的失误，在没有教练的这个指导下，我自己去尝试拿重的东西，结果一拿就扭到腰了，忘记了自己四五十岁哦，一拿就整个完蛋了，跟做事一样扭到腰，送去医院还给医生骂。apa berapa umur sudah dan angkat lagi benda berat dan ai mau nak khusus terus saya kena dia sial lagi pian dia kata ni tak buat kan mah wei niu dao ya aku cakap aku pergi tai tai dao dah ala angke dia saya kena sial lagi pian oh so dua kali lain satu kali ni tai jing jang nak bagi ke dusu sok ci lai oh tai jing jang le dia kata suruh lian 4 kali aku lian 6 kali 7 kali 8 kali pin ming de lian dan dia tak nampak aku aku pin ming jia zhong jadi aku jia zhong lian sang nei bu jadi aku连大便都出血了，害到自己要进医院灌肠造肠，造了3000多块，所以这也是自己运动太激烈，所以不敢跟医生说，很奇怪了，除非你很厉害紧压你的肠胃，才可能会搞到内部肠蠕动而出血，我都不敢出声，是因为抬铁抬到的，所以我就自己有苦自己知哦，所以还是要放慢脚步哦，要放慢脚步，因为他这个待会的还会讲到的哦，所以你看。我们也是一样哦，就是每次跟学生学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哦。你跟他说持续，你一定有功，你一定会有进步的机会。你来上课，你来听课，今天大家在那边听课哦，每一分钟，哪怕你听到一两个字，你都已经在进步。没有人的人生是不进步的，天天每过每一天，我们都学习到东西，没有人不进步，天天都在收东西啊，都在吸收东西啊。能够走出来的，像我们今天 stand out speak out 的这种哦，其实是很强大的。如果你连出来都不出来的话，你能够学什么，对吗？如果你只是看电脑没有用，你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它还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你看到现在目前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哦，虎头蛇尾的，一点点挫折都经不起的，一骂就立刻泄气的，不可以讲的。可是你要注意哦，太过厉害赞美，我又不能够赞成哦。身为老师的我们哦，有的人跟我说什么都要赞美的时候，我觉得我又不行哦，所以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我不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我也情愿不要做那种哦，学生看到非常喜欢的老师，因为什么受欢迎，你什么都答应他，他什么都行，所以学生一定很喜欢你。我是那个永远都很多不行的老师，你一定不喜欢我。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做不了那种哦，当你唱歌很难听哦，我要跟你讲不错啊，下次再来，你很好，你唱得非常好，我做不出来哦。我真的，如果你问我你唱歌好不好听，如果真的不好听，我会直接说的哦，我不会说很好啦，其实你不错啦，很好的，再努力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违背我这，因为我有试过一个这样的学生，他初一唱歌很难听，每次比赛都输了，然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讲，其实你很好的，你很不错的 ，OK， 下次再来 ，OK， 再努力。第二年他又是唱的跟，很难听，又输了。老师讲你还可以的，你一定行的，你下次再来。到高三过哦，他还是输了。最后他还问我的时候，老师到底为什么我每次唱歌拿不到的？每个人都讲我很好的，我妈妈又讲好，我姑姑讲好，我婆婆又讲好，什么都讲好，每个人讲唱歌很好，做音乐拿不到奖的。他讲，我现在哭了，我讲哦，你现在才来问我，我觉得你唱到很难听哦，不是很好听哦。你应该不在唱歌这方面的，我会直接跟他说，因为他浪费太多时间，他真的五音不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想伤他的心，都讲他很好听，都讲你不错啊，每个人都讲不错，评判也讲他不错啊，你其实不错的，这样怎么办？所以有时我对小孩子可能会给他多一点这种，怎么说，我不会让他这么容易过，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时间复原，因为他年轻嘛，受了伤很容易复原嘛，还可以有机会再从这个失败之中学习。当然成年的我不敢这样做啦，如果是乐龄参加歌唱比赛的，我不敢讲，不敢要求太高，等一下给吉他问哦。所以乐龄的话问我就会比较，因为乐龄人士嘛，唱歌当然是有一些可能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可能唱歌，所以乐龄我们还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看。不过如果年轻的，我认为趁早给他知道哦，他可以学得更快，不要让他拖了几年你还没有跟他讲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害了他嘞。当他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一直讲我美，每天讲我美，中午人家讲我不美的，我男朋友讲我很丑的，那就死了，整个心哦就完蛋了，他可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了，对吗？我总觉得有时对小朋友坦白一点可能会比较好。
小朋友可以的，因为他们的复原能力很快很好， antibody 很强，老人就千万不要啊，尤其是当我叫我爸爸老的时候，他会骂我的，什么老，我其实有老的，我不可以说老人老。OK， 这些都是赢在起跑点，输在输在终点。我认为哦，凡事做东西都要一步一步来，慢慢来。OK， 时间能够，真的我觉得时间能够决定很多东西。我们就说啊，有一句叫什么，日久见人心那种啊，或者你只要能够很持续的去做哦，然后你的目标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你会打倒这个迷思。OK， 皇天不负有心人，滴水能够穿石。我们的中文的这个有要讲的这些跟这种时间跑的一步一脚印这种啊，实在太多了。做事情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我不喜欢跨步的学生，他们走的都是捷径。现在目前小朋友都喜欢走捷径哦，都喜欢走捷径，虽然很恐怖。你叫他找资料的时候，哇，上网赶快找，可是他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可网上完全不懂。其实上网现在真的是很方便，可只是说你要善于利用他们。很多人在问人的时候哦，其实你都不需要问，你开网就可以了，直接就知道了哦，对吗？有的人就没有去这样子做。可是就是这个问题造成很多人就没有努力了，以随手可得嘛，随时要有就有，即使有的，所以变成他们可能不记在脑海里面，这一点就很重要。就像我们看唱歌卡拉 OK 的，以前的人是没有卡拉 OK 看的，你要背歌词嘛，现在有电视看，我拿走电视你就完蛋了。你看那些乐龄派的唱歌，你拿走电视就跟你讲完了，我一个字看吧，其实他会唱的，习惯了，一定有个电视在，不然就完蛋，就是一样的观念哦，那个依赖性在那边。给第二个，假设你在这个你的梦想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这里也是要强调，我跟学生说的，失败呢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哦。OK，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外国人的思想跟我们华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他会跟你说 ，You can make a lot of mistake， 他讲就跟你说，跟小孩子小朋友说，尽量做错的，什么都做错，尽量做多错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我就觉得我不行哦，不能够让小孩子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就是说错了可以重来，错了可以重来。有很多事情其实不能够重来的。而有很多事情你做错真的是不能够重来的，真的，你去尝试一些很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从此失去了性命，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小朋友说，做错了你就要坦诚的接受这个错误，最重要你要找出你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很重要啊。可是小朋友往往都不接受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很常跟他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没问题再来，可是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变成习惯，觉得哎，失败没有问题啊，反正你们讲错了还可以再来的吗？错了还可以再来吗？可是人生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重来的机会的。我们华人的这个一种观念哦，错误哦不会超过导致的。告诉你，你在一个社团里面做错导致你能够接受很难。所以我们总觉得有时错误哦是有次数限制的，有次数限制的。OK， 如果你在失败中学不到教训的话，再多的失败累积起来也是失败的。很重要就这一点，所以很多人就 never mind 啦，再来咯，错了再来咯。可是我对学生说，我不能够允许哦。有时一些活动已经跟你们说了，如果你做错了，这个是不会，我一定会讲你的，我绝对不会讲啊、哦，没关系，下次再来。因为我不讲，你会觉得反正错了是可以的吗？是被允许的，这样就会造成他们以后可以犯错更多。而且你一定要承担责任，既然你犯错了，你就要承担责任，不要跟我说。做错了，但是没得啦，再重来。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重来的机会，所以一定要要跟时下的这种人说，你做错了功，你一定要从失败中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OK， 不要从失败中找借口，也不要认为凡事必定会有失败的概念。有的人会这样想的哦，错了不是再来啦，他们会这样想，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未必是对的，可是我试看，反正错了再来这样子。我总觉得这是很恐怖的，因为他们现在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就去进行。他要参加一个活动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用考虑会对还是错啊，就去，反正错了可以再来的，对了不是什么好运哦，错了就可以再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完全不考虑，哎，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应该选择做这件事情， OK， 需不需要负责任，这里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包括我们在社团里面哦，你们是在社团里面是不是需要负责任？如果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领袖，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都没有讲过，对吗？做了什么都可以讲不认，或者失败中失败了把责任归给别人，就是你们害到我失败了这样子，或者是没有问题啊，错了再来。我总觉得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失败的权利哦，所以要很快的 pick up 自己的这种经验。OK， 当然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哦，必然也是平庸而无味的一生。OK， 我们当然没有人真的是可以很幸运到什么都没有遇过挫折的，我觉得没有可能吧。如果有真的很幸福哦，你很幸福的人没有遇过挫折的那种啊，人生如果没有遇过挫折的真的很幸福。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样从挫折里面站起来，怎样面对它。没有人的，我觉得你的人生有人你看我好我看你好的啦，我们当然是把好的呈现给别人。如果你天天跟人家讲你不好的地方，人家看到你都怕，一遇到你你跟别人说哎好惨哦，又冒钱又冒犯险，还快点走啊，你要借钱了咯，吓死人了。所以你只有跟人家好啊，我不错啊，赚大钱啊，怎么这样子，对吗？这样子才会有朋友哦，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要找你要借钱你很辛苦哦，你就完了。就像我自己曾经遇过一些做家长的告诉我，如果你希望你小孩回家的话哦，平时要回家要他们多看你的话，如果他打电话来有三种东西你不可以讲。第一个他问你好不好，你不要讲你不好，你讲哎呀全身痛这里痛那里痛，他听到他很怕的，他又在外地又不敢帮到你，他绝对不敢 再问你了。第二你不要讲你没有钱，哎呀很惨的没有钱啊，这点没有钱这样子，你一讲他也怕了，又知道你要跟他讨钱。第三你千万不要讲他的老婆或者他女朋友，你一讲过从此就不回来了咯。哦，这是他们跟我讲，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你不然等下你的儿子以后不敢回来哦。听到这样都哦这样子哦，就总觉得有的我们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你要看一下你怎么解决。对我而言呐、啊，我们当然也不会是个很顺利的人，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挑战啊，天天都有挑战的，得一失二，得二失三那种嘛。可是我总觉得也是要面对啊，没有办法啊，那就是人生啊。如果我可以两全其美，我可以很幸福得到一切，那当然是好事。可是没有的话，你也要积极面对。总之，我有得到就算了，这样子，我有得到我正确的那个方向，可以一定要面对它哦。OK， 所以这边讲的就成功人士都是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的，他们从来不会在没有做之前就假定这件事情我做不好。OK， 这边也是很常有这样的人哦，每天早出晚归的人，我们认为他不一定是认真工作的人。OK， 忙忙碌的人不一定有优秀的，有的人跟你讲他很忙他很忙哦，可是什么都没有做过的哦，他可以做到自己很忙，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过的，一种就是借口嘛，这样你就不会找他帮忙了吗？你要找他做过，哎呀我很忙的，我要这样这样我那样那很多东西做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过，这种就是有一些人就失败的人哦，他什么都没有做过他就不知道。 OK， 他是厉害，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社团里面其实很多的、哦，叫他开会有点不得空了、哦、其实在外面玩就很贵了。 OK， 还有这个第三点哦，坚持哦也要有对的方向。其实说起来我们就说现在你有梦想吗，你要坚持吗？不过真的要选择，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有对的方向，你自己一定要了解到底你坚持的对不对。 OK， 人生需要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做这一件那就可以先做另外一件，在你没有储存足够的能量时当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我说时间是这种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哦，讲起来是真的。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准备好 OK 我要当歌星，可是你一点基本的这些条件都没有的话，诶世界上没有多少个造船啊这么丑，对吗？或者是没有多少个杨宗纬啦，所以你想杨宗纬就可以做歌星，他就是那一个罢了嘛，也不多嘛，对不对？所以有时艺人就是有他要基本的这个能量，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才能够讨论这个问题。你要当一个很强的中文老师，你中文能力一定要好，对吗？你要当一个歌手，你一定要唱歌，你一定要会唱歌啊，对吗？你要足够的能量。所以有时当你的理想没有被实现的时候，那是说你准备功夫不足，你可以尽量再加强。 OK，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能量，在你完全没有看清楚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之前，你无法判断方向的，你走不了。有很多人就会迷失啊，我以为我这样走就一定可以到终点啊，有时未必的哦，世事难以尽如人意哦。有时真的我们很希望真的一加一就等于二这样啊，非常快乐，可是未必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出折中的一种想法了，很多东西未必如你想象的时候你应该怎样，未必如你想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接受，这点很重要。真的，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如果可以这样，我有看过这样的学生，他认为参加比赛一定可以拿奖，他认为去自媒体可以得到什么，我就觉得你认为真的吗？他认为我找谁那个人就有一班学生
在学校做活动，老板啊，老师，我要找那个谁谁谁，我要他赞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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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他，你认为台队赞助吗？我们找他，他一定要赞助的吗？他讲哦，我人家欠你吗？不是啊，他是老板吗？他赚钱，他一定要赞助我们的、啊，跟我这样讲。那些初中、高中，我就看出他，你真的认为他会因为这样就给你吗？所以这是他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他没有想到社会很奇怪的哦，有时真的是不如我们想象中这样简单。有时我要我就是不要啊，我不要我也可以要啊，对吗？那种感觉就是很无奈的。你要学，所以我就跟中学生要毕业的学生讲，有一个字，有两个，有一个词你们要认识，就无奈。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要就有的哈、哦，你一定要觉，你要先弄清楚，老师，我做什么这样我得不到这个，哦，那就是一种无奈了，不是说你很努力就未必就是你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得开，你要看清楚 ，OK。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边也是很注意哦，很多人的模仿能力很强，所以这边讲的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好的不一定是有用的，别人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适合你的，对吗？只有是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人家这样做，其实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比例啦。我如果在啊。我出一本这个 recipe 做一个蛋糕，我是个很成功做蛋糕的，我出个 recipe 给你，任何一个人做都未必做到跟我一模一样。我相信你就算照完我做的一模一样，你都可能做出来是不一样的。你没有注意，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这样子做啊？哇，什么什么高手做的蛋糕交给你做的时候，奇怪的，我照完做这么做出来不会胀的，而且会垮下去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对吗？就算照完 recipe 都未必做出跟他一模一样的，甚至你跟他讲做到一模一样，人家还是会买他不买你的，对吗？一样的道理，因为他有名字，他的手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资历不一样哦，很多你学到的，人家往这条路走会成功，也不代表你往这条路走会成功。你要注意哦，不要说为什么我完全跟他一样，可是我不会成功。我在这个亚比族镇上课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啊，曾经先修班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对学生来自丹南的，住在一起，两个都是在学校一二名的嘛，一二名的，所以这第二名这个很想有机会赢过这第一名的，终于来到了，在重镇，在丹南就赢不了他，在亚比族镇想赢他，他就发现到这个第一名这个、哦、天天到处逛的哦，没有念书了，找朋友玩啊，这边走那边走的、哦，考试的时候很轻松的。他就讲哦，趁他不念书的时候，我要拼命念书，考试我一定要赢他。他就真的拼命念书，他就看到这个人天天在玩，早早睡觉的哦。结果考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楼下考，他在楼上考。第二天的考试了，应该他突然间有人狂喊，知道吗？啊，喊就整个楼在走，拼命有人，我们就吓了一跳，我们还骂人哦。因为我们背得很辛苦，被你一吓，我们忘记我写什么了，我们就骂哪一个不该啊？他骂他，我们还骂人，你知道吗？怎么会害到我们？我们就全部吓了一跳，再转那个学校的楼，很多人去追他。然后我们考完试，赶快去问为什么。这个学生就是那个拿第二名那个，突然间发狂，因为他考试时坐在隔壁，坐在隔壁，他看到他考试派题目的时候，那个没有读书那个，一拿题目就可以做了，做得很从容。他就越做越流汗，越做流汗，就看他怎么他会写这么，我好像没有什么会大的，他就一直会写，写得很轻松，因为那个是天资问题嘛，他以为他只要努力就可以赢他嘛，结果发狂，就这样傻掉了啊，我这个学生就这样傻了，就这样没有读书了，回到丹南去了，他因为那一首发狂过哦，就没有念书了，蛮可惜，现在丹南还是有点问题，就因为读书超过了嘛，过度了。所以有时我们说事与愿违，不是说你能够的就有的，有时真是天资的问题。我们说每个人的资质都不同，别人设的都未必就适合你，有时你还是要看清楚。我们跟学生讲，现在的世界非常简单，不需要你不需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你只要有一个卖一点，你就可能可以过千万了。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Uber， 我们的 Grab， 对吗？我们的这个马云的那个淘宝那种啊，不需要卖自己的产品的哦，你卖一个概念就过千万百万，对吗？做一首歌不到一分钟就可以赚几千万，对吗？那个 PPAP， 对吗？你想想，只要一个概念你就可以赚几千万，一首歌不需要你会不会唱，只要那个音乐超过几个 note 都可以赚大钱赚钱嘛，就像你们曾经听过的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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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听过首歌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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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从头到尾就这几个字罢了，过亿咯，
赚得过亿了吗？他一首歌就卖几亿了吗？就是那首歌罢了吗？得得得得，一直得得得得得，这样就是这个几个 note 罢了，就赚几千万。这种概念很奇怪的，像 PBAB 谁会想到 I have a band, I have a band, I buy apple 这样子就可以卖到过亿的那种啊，是很神奇的。其实少有时真的是不到你不相信，你会讲这样的歌也可以哦，对吗？这样的歌也可以哦，可是它就是可以啊。所以我们有时说，你要学会坚持，也要学会适当的放弃，不然很可能会耗费你的光阴，一事无成。有的真的是走错路，选错了，以为自己坚持是对的，那就惨。可有时小朋友也是一样啊，我觉得小朋友你要给他，我觉得小朋友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不能够太过让他自由的选择，还是要给他一些概念，因为他们始终是小朋友。你的父母跟我说，哎呀我不理的哦，他要选他选，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可是我觉得是危险的，因为到最后他选的全部都是错的，然后你就浪费了他的时间，还要给他一个明确的这个指示。 OK， 所以我们想的成功的大门事事都在敞开着，所以你想要早点走进去，简单的话就选对方向，少走弯路。OK， 不过少走弯路并不是不让你走路，因为大家都可能会走错路。总之你要及时回头，看清楚本来的方向。我觉得韩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很喜欢讲的，这个话就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啊，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啊，初心，初心啊，他们很喜欢讲这句话，初心。就是说你做什么事都好，你今天进步到或者是你已经变成了很成功到达哪一个地步都好，不要忘了你原本的这个心是要做什么。你当医生到最后你变成个很成功的医生狗，你还是有个初心在那边，你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救人，而不是为了赚大钱。因为当你一想到你当医生是为了赚大钱的话，你的本质就不一样了，没有钱不开刀，所以咯，对吗？所以我们还是有保持一个初心，你当医生当时是为了救人的，你教书是为了教育小孩，不是为了找多多补习赚大钱，那找补习就完了咯。我问你哦，没有跟我补习的低分一点哦，对吗？跟我补习的满分哦。很常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天都有家长 complain 的吗？哇，你看我的儿子不去那边补习哦，永远考不好的哦，这样怎么办？他讲。所以我觉得这就初心被改变了，这是很重要的哦。有时你要是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当时想做什么，你要想做的是什么，然后你不要走错路，不要等一下慢慢走着走不走到哪里去了就回不了头。所以要及时回头，要保持谨慎，虽然时间会长一点，可是你的梦想依旧会达到。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例子，我也觉得虽然不是很成功，可是最起码我达到了我的要求。我是50岁过后完成了，我终于让人家看到了第一个 MTV 啊，让人家知道我的存在的那个情况啊。我觉得哎，也没有花多少钱，因为那现在的媒体都不用钱的嘛，不像以前你要打电视广告啊，哎呀一分钟到钱，对吗？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说。 OK， 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犯错最少走得最快的人总是最先成功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如果你说你可以一直持续犯错，你知道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吗？你就觉得你可以有犯错的机会哦，错了再来，错了再来，你花了很多时间呢。我不允许哦，我跟我学生我可以给你5次的机会，不过超5次绝对不行。这样的问题你不可能一犯再犯，一错再错，因为很多错误是不可以回头的。就像如果你小朋友很喜欢拉人家椅子让人家掉下来那种啊，你知道那个错误一犯过去，那小孩子会怎样吗？对吗？如果真的椅子一拉开他跌断了尾龙骨，那你要怎么样照顾他，对吗？他可能跟你讲啊，我以后不会，可是那一个错误就可能导致那个学生从此以后就完了哦，对吗？能不能够允许讲，哎呀没问题啦，以后不要再犯啦，你还肯给他犯吗？对吗？所以我觉得有的错误是不能够有重复的机会的。 OK， 如果你不断坚持还是难以走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你应该选择另一个跑道了，真的是有时很重要哦。就是人生哦，其实并不只有一条路的，一个大海也没有只有一种鱼嘛，你偏偏就要吃那一条鱼干嘛？还有这样多，你偏偏选中大白鲨，你白白给它吃掉罢了，你可以选其他的，对不对？总之其实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不需要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坚持很重要，这个坚持要有它的道理存在哦。你要觉得坚持的这个路，这个坚持的方向要正确重要。当然梦想是要坚持，不过那个方向很正确，你是不是适合？如果当初有人跟我讲，广义你唱歌很难听，我绝对不会唱歌。如果跟我说，哎，你唱歌不好听，哎，我看你还是不要唱了，我看我真的是会改变哦。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唱歌不好听，你还唱来干嘛？对吗？简直就是让人家辛苦嘛，对不对？ OK， 其实今天讲到这边呢，就是
很高兴我们的这个电影社，我的时间有到吗？还有时间吗？还好啊。OK， 觉得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大家分享，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是后辈哦，后辈，谢谢曾大哥给我这个机会。OK， 希望能够有机会呢再和大家见面哈，畅谈一下。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因为最近太忙了。我刚刚才主持啊这个。担任泉州花演讲比赛的评审，两点才完那边，所以刚才一点多完了就赶快飞过来了，赶快从尼加斯过来，所以那边就担任从七点到刚才一点半的评审工作。OK， 晚上还有我们的活动哦。啊，我觉得让自己的生活满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适当的休息也很重要。OK， 适当休息、运动，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啊，运动休息很重要。我自己会有一个规定自己的时间。平时一到五假设没有活动的话，我规定我的时间在下午三点过后就会关机，手机可能会接不了，三点过我就会休息做自己的事情，可能会看些书、听些歌、看些电影，这样子短短的不看久。三点半四点我就会午睡到五点，这样子会醒来，然后就吃点东西，准备六点多去运动，七点多八点我还在运动，九点就回到家吃饭，九点半过我才会开电话。我规定自己有一段这样的时间，让自己有一些 quality time，一些品质的事，让自己休养，做自己要做事情，要不然时间被人家牵着走。以前谁叫我都出去喝茶，到处走，到处逛，浪费了自己真正的时间，但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天天就在陪人喝茶，应酬喝茶，可以转几个茶店，很像自己很威风。哇，我去那边喝茶，我去那边喝茶，这样子就喝出什么来？喝不出健康来的，给时间浪费掉了。要做一些真正对自己有用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会，目前为止我自己 control。我一定控制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休息，要不然你怎么走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还有能够更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你自己身体都不能够照顾好的话，我相信你也不可能办很多活动，对吗？没做一点事情就生病，做一点事情就病倒，那怎么办？谁要照顾你？哦，这是很重要的，还是要照顾自己最重要。好，是那个，可以啊，没问题啊。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谢谢。谢谢刘广义讲师，其实刘广义，其实我是你当年的粉丝，当你还是白粉仔的时候，真的我知道。就是丹南的刘广义，我知道现在他重出江湖，所以我有点心里很振奋。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一个很振奋的一个时间，我们大会的筹委会主席 OC 就是 Johan Amilin 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那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 OC 来赠送纪念品给我们两位的讲师。都可以，我们都喜欢红色。过年了。好，首先我们赠送给第一位华语讲师曾义年博士，有请。You want to hang the？ 哎 ，OK。好，谢谢。啊，第二位是感谢讲师刘广义。对啊，瘦瘦可以吧？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筹委会主席，刚好美丽，谢谢你。